三、二、一。啊？你要讲？那你来看啊。哦，那你来看。哦，可是没什么好看，那你来看。没有啦，那是片头啦。认真点，还在醉哦、喔，昨天又没喝。那你来看。为什么这么强？哦，是对镜头。对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亲子棒球队，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次拍亲子棒球队。对，之前没有拍过年龄层这么小的。对，等一下，你谁啊？我来篡位啦。对，你来篡位。对啊，今天马哥、小维哥不在，我今天来篡位的。你来取代他们？对，我来取代他们。你说的是安安不分的部分，还是？颜值的部分，颜值的部分。OK， 自信满满的。好，总之今天就是来拜访鹦鹉者亲子棒球队，那他们有发出了邀约，所以就是你们在粉专的留言或私讯，其实我们都会看到。那今天总共有两个环节，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会跟你介绍鹦鹉者亲子棒球队他们的历史，然后会采访他们的领队跟他们现在的教练。第二个就是我们会举办一个速球王的比赛，速球王，请看下集。我觉得最近天气有点冷嘛。冷归冷啊，但还好我今天有穿这件春秋薄款立领飞行夹克，在怎么样的冷天气，其实这种春秋交换的时候啊，那个秋冬交换的时候穿这个就很够用。我里面穿无袖了，哇，这么保暖，里面直接吊嘎哎。没错没错。好了，如果想要买的话，我们虾皮上卖场都有。来 go。那我们现在欢迎鹦鹉者亲子棒球队的领队蔡领队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当初怎么会有这支球队的产生呢？我们这队产生也蛮奇妙的。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，是因为要配合我儿子那个棒球梦。哦，你儿子有棒球梦？对对对。哪里来的棒球梦？他的棒球梦是从卡通来的。卡通哪一部？棒球大联盟。哦，茂野无郎的部分。对对对对。所以他已经做好准备，把右手操坏之后，再操坏之后。你是直接创这个球队吗？其实本来是想说，因为要完成他这个棒球的幻想，所以说我就带他来这个公园这边，然后再给他接球。OK。对，然后希望他赶快结束。你本身是就是喜欢棒球的人？我最讨厌棒球，是空手道教练。我一直搞不懂棒球为什么要这样互丢，很危险。所以我很希望赶快结束，直接就想要抄一抄人啊，对，萌生退役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巧不巧的就遇到我们棒球队的教练 ，OK， 他们在旁边教国中生，我们教练就问我儿子说要不要跟他们一起练，嗯，那我就鼓吹我儿子说练一下，想说练一下不用钱，生活骇客。结果我儿子就被他们吸收了，对，就被收编了。你儿子那时候国小是不是？那时候二三年级的时候，那时候新冠疫情，所以其实基本上这附近都没有人，对，啊也没有什么才艺活动，嗯，我想说就跟我儿子一对一这样练习，只是练习而已。那他们原本就有这个球队吗？我们的教练一开始他们是个别辅导的，就是针对国中的一些校队个人班，因为他们跟我讲那个个人班的费用我负担不起，个人教学的话有点贵。刚刚讲他怎么算？他的算法一个小时是600。Okay. 那一次三个小时要1800，对于我们这种一般家庭来说，我觉得有点高。我们教练就跟我讲另外一个方式，他是说那可以用团课的方式，一次3个小时400。哦，便宜很多哎。对啊，我就想哦好啊，那我就报团课，结果没有人啊，团课要10个人啊。我就说啊，那要怎么办？要等到凑10个人。教练说：“那你去凑啊。”所以你变成教练的业务，对，然后经理，对，老板什么的，反正就是我去凑，就为了要贪小便宜，我就去凑，然后就开始看，看这附近周遭的那个有没有小朋友，就有些家长就特别带小朋友来玩，嗯、那我就看到有疑似在做投球动作的小朋友的家庭，哎呦，他有带走，怎么样丢？怎么样丢？他丢，他丢，他丢，丢丢丢丢丢丢。就去问有没有兴趣。那一般的家长一开始也跟我们一样啊，觉得说好，那试玩，试完了觉得有趣，那觉得说哎、欸，这个收费还蛮合理的，那就开始加入。那我们就从3个5个这样子一直到现在十几个。我想问蔡会长，那鹦鹉者这个名字怎么来的？我觉得蛮特别。
其实影武者这个名字我们也是思考很久，因为有点中二，但是中二就也蛮有趣的。它的由来就是说我们教练是很低调，他们想要默默的在后面培养小朋友，培养自己的选手变成国手，甚至可以变成职棒选手，所以他们想要隐身在角落，不想要让人家看到。所以影武者其实是教练，对，教练他想要的角色。那但是因为他蛮中二的啦，那大家也觉得蛮有趣的，因为毕竟参加棒球队都是男生为主嘛。男生的快乐很简单，对。他们如果知道背后的意思，可能大家就不会决定了。好像感觉像忍者一样，现在只觉得帅而已。那这边先不要给小朋友看。那我们今天谢谢蔡领队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欢迎我们影武者的教练跟助教，嗨。刚从领队那边得知，我们其实3个小时是400块，是的，这样也好吗？没啥，就是纯粹做公益的效果。因为目前我们来讲，就是有3个小时400。有包含比赛的费用跟球具器材的费用，比赛费用有包含，对，不会另外收。没有比赛，我们不另外收。比方说，我们有一天打4场比赛，那等于小朋友就赚了一场比赛100块，他来比赛他就打得爽爽的回家，只要付400块。正常我们都会安排这样子。你们安排的比赛是杯赛类还是？杯赛、比赛跟一些就是交流赛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，就是 FB 的粉丝专页。粉丝专页应该会先放这边啦，应该啦，或者放这边，看凯凯怎么放。那当初这个影武者怎么会同这样的条件去开这样的课？以目前就是个人的公司跟就是我们的领队，因为我们跟大理国小合作，那大理国小就是小朋友有一些来自贫困家庭。跟低收入户、跟单亲，还有隔代教养的小朋友，为了说让这些小朋友他们不要就是下了课之后没地方去，然后想说给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休息的地方。以做这样的方式，是一开始没有想到收钱，可是不能不收费，因为没办法经营，教练也必须要吃饭，骑摩托车也要油钱，开车也要油钱，耗损的费用也是要。然后这400块来讲，对我们来讲是人说则说了。我们一开始的方向是在于说，就是这些小朋友来，我们是产生一个兴趣，就是因为有些小朋友是本身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问题，那问题的小朋友，那就是想说他不如去跟那些小混混走在一起，不如把他纳入在。你要发泄体力，那你来打棒球吧。我听到，如果你觉得你家小孩有问题的话。来打棒球，来打棒球，影武者棒球队。OK， 那我们谢谢教练跟助教，感谢。OK， 那我们就先跟小朋友玩一下。OK， 好，选一下哦。好的，没了。5、6、7、8、9啊。9，对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9。OK， 好，扶手都站好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谁先攻？开始。队长，你先攻。你先选啊。好，我们先攻。来请你去问我老大人真全民阿汤妹，讲到阿汤妹就不得不跟你说一说，我们这才能来说一说，他把卡车又能把酒瓶扛到外来后，还有打啤酒的桶妹不用洗手边自问马工，看那训练从头到晚都是一个样，你看那动作都是同音从哪的破脑药，你看每天练球都没有看外来的自然看不一样的颜色，那就没有什么好看，打开电视没什么好看，没什么好看，打开 YouTube 没什么好看，赶快订阅没什么好看，打开电脑没什么好看，快回去。漏接有被拍进去吗？有，尴尬了，这么刚好。第一棒有人吗？二可以吗？第一棒，他先的。接杆接不到，好，这喷超远。我看看，来冰箱，稳一下。耶！
了，没什么好看，你哪里还看？既然都来了，麻烦拜托订阅。马上又要第二局，我们现在落后冠伟队两分。什么大问题？恭喜你去问我老大，人称全民阿汤妹。讲到阿汤妹，就不得不跟你说一说。我们这里还有来自奢侈的传说。他把这个门把酒瓶扛到外太空，还有港烟酒的堂妹，跟我们起火电磁温网工。看那训练从早到晚都是一个样，你看那些动作都是同音从哪的鸵鸟样，乱看每天练球都没有干，换来的自然看一样的颜色，那就没有什么好看。打开电视没什么好看，掏出手机没什么好看，打开 YouTube 没什么好看，不用找了不用找了，赶快订阅没什么好看，打开电脑没什么好看，击碎他们的梦想。他有守备对不对？哦，你左外野啦！迷路的，然后你迷路的孩子带着打击头盔，带着他的一队打击头盔。哈哈哈哈哈！哟，到嘞到嘞！85，哎，等一下啊！哎，我先说，你们先去旁边。